关正磊，我打了你哈，我道歉。你想报警让派出所来抓我，你赶紧去。你能不能不要死乞白咧的，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在我们家门口。你说让我们给你一条生路，其实你应该给我们家贝贝一条生路才对。你明白吗？爸，你打得好，打得对。我态度不好，我就该狠狠教训。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早就不对你抱任何希望。 这机会给你了一次两次三次，我总不能给你一辈子吧，我。爸，我求你了，你再给我最后一次。你忘了咱俩当初多好了吗？爸，你说你最喜欢我来着呀？是，我是喜欢过你，我都喜欢大发了，大发的我都倾家荡产了，我。正梅。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那贝贝骨子里是个倔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是我知道。别说什么做了，你先回去吧，冷静冷静。妈，我怕我冷了，就彻底凉了。你先回去啊。 贝贝那边，我再帮你劝劝，啊。行，我听你们的，谢谢爸，回去谢谢爸。那你们得多帮我多劝劝他。 贝贝，当初妈妈呢不同意你跟振雷在一起，你非要跟着他。现在咱们这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妈妈也挺喜欢的，你又要跟他离婚，你可记着啊，你们俩是领了证的，你这一折腾，转眼之间就变成二婚了，你不闹心啊？我不怕二婚。 我就怕继续跟他在一起，我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其实我倒是觉得，振雷这孩子虽然办事不太靠谱，可是对咱们家那是全心全意。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像亲儿子一样贴心，对我、对你爸，那是千依百顺、毕恭毕敬。说白了，是因为心里有你，所以才有我们。 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么贴心的女婿，我可不好找了。你要不要再考察他一段时间？哎呦哎呦，哦，你看看你，干嘛呀？这梨花带雨的，好啦，哎呦，傻丫头，你打心眼里就没想跟他离，对不对？ 还嘴硬，贝贝，我跟你爸呢，就你一个女儿，什么都听你的。你要是真想好了，继续跟他过，你爸呢，我来搞定。记住啊，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妈妈都会支持你。哎呦，好啦。 再哭就不美了，好啦，妈，好了。
千家。冬莹姐，恭喜你的文章达到1000家阅读量，老板龙颜大悦。谢谢丽娜。在你的文章里放一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效果会更好。公司可以推荐一些模特资源给你，但是拍摄的费用需要你自己承担。哎，我说，哎，老大，那个你房子已经挂上去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房客联系了。好，好，车要还吗？我看那二手市场的行情还不错，卖，肯定卖了。这块也没法停车，再说我现在也养不起车了。行，那你要见客户的话，就先看我那台吧。行，谢谢我。老大，难兄难弟呀、啊，都毁在一个女人手里了。这样，等房租到账，我就直接转给陈晨学校。啊，好的。关叔叔，刘阿姨，我跟雨晴看好一套房，准备买下来当婚房。好，那天同一个小区呢，我们又看中一套特别适合您二老养老的房子，所以我们俩也想买下来给你们养老用。啊？不，这哪成啊？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我们就用退休金在外边租房子。是。关叔叔，刘阿姨，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只有把你们的生活安排好，我们俩才能安心。你们不用惦记我们，把你们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爸，你记住了，养儿不防老，养女儿才防老呢。这事就这么定了，听见没？好，对对对，那个，这你例外。没有，对对对，这清风例外，清风例外。
豆爷，来。我没想到还是你亲自送餐。我已经跟骑手沟通好了，下个月正式合作。走。你怎么突然想吃青食了？这不就想见你吗？怎么样？这个生意还好？慢慢上轨道了。啊，沙拉最好在半个小时之内吃掉，要不然食材就不新鲜了。好，好。哎呦，真不错。最近过得还好？我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我去学校看晨晨了，他说你上周末没有去学校看他。哦，我临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我打电话跟他说了。如果你实在抽不出时间，以后接晨晨就我去吧。不用不用，我有时间。你这也挺忙的。谢谢你给我这一段过渡期，我有一些收入，以后晨晨的学费我可以分担一些。这个真不行啊。所有学费都我来啊，这是我应该的，真的。你还需要多长时间？你跟我说，我都能等。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董爷，我已经跟咱爸咱妈特别真诚的道歉了，而且我再跟你说一次，真的，我跟那个蓝翘翘这一丁点实质性的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你说咱俩是夫妻，还有孩子，怎么可能说断就断呢？是我做错了，真的我做错了。你怎么批评我，你怎么骂我都行，真的。但你非要离婚，你这我这真的弄不懂了。你到底是坚持什么呢？因为我们俩的婚姻观太不一样了。在你眼里，只要有一个看似和睦的家庭就足够了。可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让车子、房子或者别的家庭关系冲淡爱在我心中的分量。我要的是一个他足够爱我，我也足够爱他的丈夫。这就是我的坚持。当然爱你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孩子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吧。对。谁呀？Open the door！ 哎呦，宝，宝，宝，喝这么多酒！别动！怎么回事？这别动啊！这脑袋怎么了？怎么？爸比，哎，这儿呢，这儿呢。爸比，哎，你的宝宝回来了。好，好，好，好。啵一个，啵。哎呦，行，啵一个，好。哇！哎呀，好！哎呀，你这喝多少啊？你别闹了，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别动！关大机长，关大机长，你是不是看我喘口气儿，你都觉得不顺眼啊？宝儿，宝儿，今天不能跟你姐吵架啊！今儿是你姐姐的好日子，咱们恭喜她来不及呢。哎，得了，起来！哎，好日子，对，来！哎呦，这疼哦！哎呦，好了。哎呵，哎，什么戏？那个，徐清风表态了，过几天就去领证了。恭喜啊，关也行，新婚快乐！好，好，好，新婚快乐！行，当然行。我没说完，你。你弟弟我，我离婚了，啊？知道吗？
离婚了？什么？离婚？我离了。那房本不是名字都改过来了吗？那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啊？干什么？我爸，我给你看看东西啊。我给你看。好，好，慢你看。这个，哎呀，啊，这个，你看，这是贝贝。贝贝，我老婆。啊，等看，我给她发了多少微信？她一条都没有回，你看看。哦。他以为他不回我就不发了吗？我偏发。好好好，我一条一条发。来，老婆，进屋说。人家不进去，先不进去。来来来来，老婆，我爱你。哎呀，好了好了，来。他又没回。没回，咱不理他。行了行了，慢点。老婆，我爱你。不理他，不理他，没关系。他又没回。啊，你看，没事，咱不理他。那谁，刘如金，赶快把毛巾拿来给宝擦擦脸呢。快点。好吧。哎，来。啊。不用，妈。哎。我跟你们说啊，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贝贝，我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请他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哎呦，哎，然后你知道吗？我跟贝贝啊，就是偶像剧情节。哦，我们俩往那一坐，嗯，只要一首歌一开始，我俩就能同时弹唱。哦，爸，哎。你知道什么叫四目相对吗？就这样，看。哦，四目相对，就是。行了。他朝我那么一笑，嗯，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我这辈子就他了，不变了。这首歌怎么唱来着？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感情。爸问你啊，他今儿跟你见面了吗？怎么说呀？他说要离婚，那是真的吗？离？啊，不可能。哦，爸，我跟你说啊，我跟李贝，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他。我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好了好了，来，先喝点蜂蜜。就请他去看周杰伦演唱会。你爸，你知道什么叫四目相对吗？你把那蜂蜜水喝了，别四目相对。四目相对。咋了？快快快！哎呦，姐就来了。喝了，姐给你。他朝我那么一笑，我就。快把他喝了吧。你的酒我不喝。哎，哎，来来来。来，宝，听话，这是爸给你的解酒的酒。爸给的，快点来喝了。爸敬我酒。对。爸给我的酒我得喝。哎，好，爸，这是爸的酒我得喝。好，一杯给你干了。干，你随便。你就别醉了。哎呦，喝，行了。哎呦，好，好嘞。行了，好了，好了。嗯，翻着我们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雨天的我，太了，看着你哭泣的脸，对着河水，我们笑得眼来不及停歇。爸，我不想离婚。哎，好，宝，爸听见了啊。宝真伤着了啊！我不想离婚。好好，知道。宝真伤着心了啊！宝啊，有爸在呢啊！不管以后怎么着，爸都永远陪着你啊！哎，放心。行了行了，别这么抱着他了，给他送床上去睡吧。来，就这样，没关系。爸，这样，你和妈呀，你们俩都去睡觉，晚上我来看着他。哎，别。让他睡我们那屋，你跟你妈在你那儿睡，我就在客厅里忍一宿了。行了，爸，你腰又不好，你怎么能在沙发上睡呢？这样，妈，把他送到我屋睡，我睡沙发。你行吗？我有什么不行的？你当姐姐的就辛苦点了啊！来来，我来，来跟爸来，站起来，慢点。哎呦，你爸这腰不好啊，别使劲。好了，阿宝，起来。哎，好。好了，行。想快走是吧？
陪我喝酒。关真来，咱们不闹了，行不行？去睡觉，大半夜的喝什么酒啊？你看啊，你结婚得喝吧，我离婚也得喝。关家热闹，天天有局。哇嘞，我明天真的要上班，我改天陪你喝行不行啊？啊，好了，乖，去睡觉，快去，别在这儿坐着了。你小了，你偷着乐，是不是？有。你偷着乐，我跟贝贝离婚，你老开心了吧？关雨晴，我告诉你，我有今天，都他妈是你害的，知道吗？你去把贝贝给我追回来。你要追不回来，我跟你没完。干什么？你丢了媳妇儿，我怎么追啊？啊？你有点出息行不行？是，我傻，我多傻呀！你怎么可能帮我呢？你不可能帮我的呀！但作为离婚的弟弟，我必须给你庆祝庆祝。行了，哎，你干什么？你他妈打我！关雨晴，你少问弟弟，你怎么跟他动手啊？你他拿酒泼我，他现在不清醒，你跟他较什么劲呢？行，不用你了，算了算了，宝儿，跟爸走，来来来，跟爸走啊，爸陪着你，走。怎么这孩子怎么回事？好，好嘞，宝。世上只有爸比好。哎，好。哎，你弟弟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忙。你爸着急，你知道。行了妈，没关系，进去看一下吧。那你冲个澡吧，赶快。啊，我进去看看。哎，这孩子。先不玩了啊，咱这关叔，阿姨，哎，买早餐了，哎呦，有包子，还有您爱吃的韭菜盒子，哎呦，谢谢金峰来了，哎，坐，坐吧，哎，好，对，那个，哎，舒淇啊，那就正好把人家买那包子给拿过来，宝吃吃，哎，哎，这是你姐夫买的，还热着呢，趁着吃，太好了，姐夫买的包子啊，尝尝，喝，什么吃？玩冰火消呢？哎呀，玩什么？吃完再玩，你可真香，热闹，趁热吃才好吃呢啊！先吃。爸妈，能不能不管他呀？你们先过来吃。啊，行，那吃。清风，雨晴，那个我有一个儿子，他开的婚庆公司，你们到他那店里可以打折。行吧，回头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联系一下。哎，呸！这味儿怎么这么恶心呢？哎呀，怎么恶心啊？这多香啊，好着呢。没事，要不然来来鸭蛋，你来个鸭蛋黄啊，把那鸭蛋黄吃，不行，恶心着了，吃不了了。哎呀，哪儿那么恶心呢？好吃着呢。把我弄离婚了，你俩开开心心的结婚，有良心没有啊？这婚结得下去吗？关振雷，你自己在这叨叨什么呢？我们俩结婚跟你没什么关系吧？你离婚也是你自己作的，那也是被你逼的。你一早把钱拿出来，能有这破事儿吗？都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你总是在这怨天尤人，有意义吗？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啊！关雨晴，我告诉你，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你想安安心心结婚，没门儿！你想怎么样？怎么样？让你后悔一辈子！哎，行了，雨晴，别火上浇油了啊！不说。那个清风，来，他昨天喝多了，酒还没醒，别往心里去。没事，刘阿姨。振雷现在的状态我理解，他是因为创伤性事件使得他大脑中的杏仁核释放了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睾酮素，导致他做出一些失控和不理智的应激反应。通常几个小时之后，这种应激反应就会转化为低落的情绪。这个时候呢，还需要别人来安慰他，但是也不用担心，
这个时候他大脑的前额叶皮质也会被激活，起到控制情绪的作用，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情绪重塑的阶段。振雷，你跟李贝闹离婚有一周的时间了吧？我建议你最好在48小时之内找他谈一谈，错过这个时间，他完成了情绪重塑，你再想挽回可就难了。哼，走，就你能忽悠，我信你个鬼！哎，振雷，振雷，怎么说话呢？啊？哎，干什么去？咱们吃。静芳。不好意思啊，你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治治刚才你说的那个脑子里边那个杏仁啊？关叔叔，哎，振雷的问题不严重，要真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能帮他解决。哦，好，那就好。我是说别落下什么别的毛病。来，吃吧，赶快吃吧。吃吧，吃吧。来，核桃。行。哎呦，特意给你买的韭菜盒子。哎呦，谢谢啊。关振雷真的是太讨厌了，昨天晚上就耍酒疯闹一宿，今天又这样，对不起啊。没有，他最近心情不好，可以理解。哎，要不咱们把狐狸毛拖一拖？我不，凭什么呀？我可不想什么事都让着他，依着他。你不会觉得我冷血吧？当然不会，我从来不赞同自我牺牲式的殉道者，自己过好了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嘛。哎，周三装修公司的人约了我，有时间吗？我想跟你一起去。哎，您好，请问您找谁？我找李贝，李贝在吗？李贝，他今天没来上班，请假了。啊，请假了。对。贝贝，我就在你家楼下呢啊，你下来一下好不好？贝贝，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认个错，贝贝。贝贝，我就一直在楼下等你啊，等到你出来为止。在这儿等着呢，没事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贝贝，能见我了吗？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也不听我的话。你说我能怎么办呀？我也不能把他绑下来跟你见面吧？是。那他这两天好好吃饭了吗？吃的比鸟都少。我去公司找他。公司说他请假没来上班，他不会是身体不舒服了吧？陈雷，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对贝贝好，
但是现在他爸的气儿没消，我现在是孤军奋战，我是真没办法了。你也知道贝贝，他从小主意就正，我们也是劝不了管不了，所以啊，还只能看你自己的表现了。知道了，我不会放弃的，妈。谢谢妈。你小心点啊，别感冒了。哎，啊，放心吧，妈。慢点吧。哎，好，妈，再见。哎，再见啊。哎。这才几点呀、啊？你睡什么觉呀、啊？过来帮我做饭啊！快点啊！哎，你帮我扒拉两下啊！别糊了啊！哎呀！那是震雷吧？哎呦，这么冷的天儿，穿这么少，一个人站在外面，哎呦，真够可怜。哎，你说会不会生病啊？喂，关振雷，这里是朝阳区派出所，抓到郭大志了，你过来一趟，有些情况需要给你核实一下。抓到了，行，我现在马上来啊。爸，爸，是我，是我，您先别挂，你听我说，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郭大志抓着了，我在派出所见到他了，全都交代了，还有那钱和车原封不动都退回来了，一分不会少啊。警察也通知我了。哦，是吗？那爸，您现在能原谅我了吗？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振雷，反正呢，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犯不着动这个气。喂，这怎么回事？您好，您所拨打的关机了啊？关机了。不，儿子，别着急，别着急，咱不难受。这样，爸亲自登门谢罪，把那个贝贝给领回来，好吧？怎么领啊？哎，干嘛呀你啊？上亲家这儿去，你能空着手吗？他拿着东西，这太少了，是吧？哎，刘世奇。你把雨晴平时送给你那个什么真丝头巾、什么珍珠项链什么的拿出来，快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舍不得呀？啊，快！我在这柜子里边再看看啊。哎，谢妈。哎呦，酒啊！你折腾什么呢？大晚上的，睡你的觉去，别跟瞎搅和啊！哎，别，等，玉强来的正好，不光我们去，你也跟着去，咱们都上李家请罪，求情，这样才显得咱们有诚意。爸，不用叫他，他能去吗？他怎么可能去？他巴不得我越过越惨呢。哎呀，老关，这够多的了。差不多，咱们路上再买点烟。就先这么着，雨晴不去就不去吧，赶紧的，越拖越坏事。走，来，好。
拿快点儿。想吃烤串喝啤酒，好啊。好，徐医生竟然会同意啊！换衣服。真的假的呀？真难为你们老两口了，还为孩子的事上门。可是贝贝觉得这婚没希望，我们也不好说什么。这东西都拿回去吧，那今天就不方便请你们进来坐了。我说不来不来吧，你非要来，还带那么多东西，吃一闭门羹，自讨没趣。啊，行了行了。宝，爸没能帮你跟李先生好好谈谈，是爸没能耐。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惯着他？你这是害他，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怎么是害他呢？啊，哎，你这么能说，刚才在那儿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人家连门都不开，我跟谁说去啊？都别说话了，行吗？甭管我，让我自生自灭吧。爸，爸，那都不着急啊，爸再帮你想想办法啊。那。我吃太多了，现在肚子里、胃里感觉都好撑、好撑的。谁让你那么贪心了？刚说完一人一半，你把剩下的肉串全给吃了。那好不容易你能答应我出来吃个串，我还不赶紧抓紧机会啊？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羡慕震雷，无论他有什么愿望，我怕一定能够去给他实现。你有什么愿望？我现在啊，我还能再有一个愿望吗？没问题。没有。我吃太多了，走不动了。来，上来。真的假的？飞喽！我三分钟可能到不了，要不我现在给你办退款吧。你怎么回事？刚才说能送到，现在又送不到了，耍我呢？我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已经在你楼下了。你要不这样，我现在上去当面给你退钱，然后明天统一时间给你免费送一套餐，好吗？
由了。哎，多云呢，能出来吗？对空间上的使用功能有没有什么特定的需求？装修的事儿都听他的。那女士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她特别爱看书，所以她需要一个大一点的书房。书房。而且我觉得得要那个阳光最充足的那一间，并且她那些书架子一定要大一点，宽敞一些。因为她书特别多。好，没问题。书房。她需要一个健身的空间，要能放下跑步机、拳击沙袋。还有练核心力量的器械。您太太是模特吗？倒是有人请她拍广告，但是我们不去。她是飞行员，民航的机长。哇，女机长这么厉害？好厉害。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就是她老公。嗨，对对对，徐先生您继续，对，这是您本职工作。我希望厨房的空间可以大一点，要开放式的。这样在我做饭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看到他了。